你为我投票，我会加油的，请跟着我一起努力进步吧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跨过山和大海。吓死我了！你们好坏、我就说我怎么不对。你们好坏哦！不相信中泰了，我这么帅气没有迷惑你吗？哥是个传说，为什么要吓我呢？啊！笑死我了，姐姐。哥是个传说。辛苦了，哥哥，辛苦了，姐姐。但是，哎。哇，都从里面爬出来了耶！你看这只。今天的古灵精怪，觉得惊喜吗？是惊吓，好吧，惊吓，惊吓。嗯，你们看，医院，看见了吗？医院。故意选了这个地方，然后下完之后送医比较方便是吗？我这么辛苦的录完之后，我还跟 staff 礼貌的讲了谢谢，结果他们就这么回报我，还吓了我三次，不是一次，又吓了我三次，我车都不要了。那行，不要。我没有表情包，哥哥。姐姐，你笑死，你不要笑。人总是会有你怕的东西嘛，你有是吧？孩子吓傻了。这什么？哇塞，吓死！哇塞，吓死！你怎么没感觉？没什么感觉。你有你带吃了的面包吗？看太假了。没有，我以为你扔过来一个手机还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想等一下再管。小心后面。这很假啊，把它放在后面的火里聊一下。哎喂，这个怎么这个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火烈鸟。害怕的，我要实名 diss 你们，爱你哦，爱你哦，加油，红军，好好工作，加油！我哭了，再见。别这样，这什么？这是谁？我以为你给我个蚊香，我说我在外面也点不着你。我们去跑步。笑。
手机吗？但是你扔掉、啊，我会扔掉，我谢谢你。哇，扔掉拿过来！哦，它长得好好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还是害怕石龙子，害怕石龙子，害怕石龙子，害怕石龙子。你们怕不怕呀？哼，没啥好怕的，下次也来吓一吓你们。哎，它长得好丑啊！但是，跟我很配。那个舌头还在抖。这个太假了，这个是。不对，它这个形状，形状有点不好。像不像个耳麦？你让我对我以后的耳麦有了一种恐惧。想给你的冲动。不去吓路人吧？我们要演一下，我们要去演的话，一定要我们装得很害怕，然后用蛇啊那种，就是我们先要吓到，然后这样才吓到了。公司敢假吗？姑娘下点重本啊！公司下次能不能搞真的？我觉得姐姐应该拿一个这么粗的，我觉得起码得拿个这么粗的吧，一条蟒蛇放在一个袋里，然后让我们去拿，然后再吃点巨资，然后搞这么一条这么假的蛇，能吓得到谁？